你像这种铝型材我们也在做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用的，你看带微型的，微型的轻，但是它散热面，它的那个接触面又不会改。这个是十，就是正面是十，这个是十二啊，这个尺寸是十二，就这样的啊。你看我们用的这种的话，它会重量轻，米重会轻，减少成本。这是我们做的散热器，我们用的都是这种啊。